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条充满了传奇与梦想的商路，将那时这颗星球上最耀眼的文明连接在一起。使者、商人、学者、僧侣，你能想象到的每一个职业都能在这里找到。人们在繁荣的商路周围聚集，看着遥远国家的商队来来往往，听着世界彼端发祥的语言，商路上的归途者会被朋友们团团围住，在一个个夜晚分享他从奇异世界带回来的食物和故事。人们惊异于归途者从商路上带回的珍奇货品，水果、马匹、珠宝、绘画。最受欢迎的货物是来自东方的纺织品，这条贸易路线慢慢以这种纺织品而闻名，这就是丝绸之路。长久以来，丝绸之路的繁荣带动了沿途地区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不同的文明在交流中互相学习，共同成长。丝绸沿途的每座城市都得以发展，一些传入的文化和货物甚至永远地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习惯。但是随着航海时代的来临，海洋成了冒险者们的乐园，而港口成了文明碰撞的新熔炉。海岸线绵长的国家们宣布，这个世界的每个角落都被精确地丈量过了。那条原本气候环境就不理想的通商道路，由于身居内陆的位置而渐渐衰落。于是，这条曾经传奇的古老商路逐渐被遗忘在连绵的高山与无垠的沙漠中。它并没有死去，沙砾与尘埃之下，它在黑暗中默默等待着。日升月落，它在等待时代永不停下的脚步。斗转星移，它在等待世界永恒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不知不觉中慢慢积累。终于有一天，当人们无意间回望那片戈壁与高山，当人们拨开厚重的沙砾与尘土，人们惊奇地发现，今天的它竟可以绽放出如此多的可能性。在这种可能性中，一切都似曾相识，但却完全不同。我们依然需要翻山越岭去彼此的家园，用铁轨而不只是道路。我们依然面对石头欣喜若狂，对矿石而不只是珠宝。我们依然乐于将新技术引入工厂，做家电而不只是烧酒。我们依然不停地谈生意，在网上而不只是集市中。一个比昨天更加繁荣的丝绸之路似乎触手可及，我们甚至可以规划和催生更多的可能性。新的城市在人们需要的地方拔地而起，每个家庭都能得到全球顶尖的医疗和教育服务。我们能更好地保护我们的人民，内陆国家可以拥有自己的出海口。每天我们都会面对一个新的世界，我们身边熟悉的所有事物中都蕴含着无穷的可能。让我们重新发现这个世界，并看看我们能为它带来什么样的明天。以一带一路的名义，
I'm hearing what you say, but I just can't make you sound. You tell me that you need me, then you go and cut me down. But wait, you tell me that you're sorry, didn't think I'd turn around and say, got me 10 feet, oh.